得有几十场电影了吧？嗯，恋爱这么多年，嗯、就有悠悠之前，嗯，在台湾第一次看电影的经历，那是一个冬天，坐下，我一转头就是刚才议论我那个男生，他离我已经这么近了，你妈就这么近，我连他那个矫正牙齿都看得到哦，他就对我这样笑。两岸电影院。惊人差异，要说两岸电影院最大的差异呢，其实太多年没进电影院，咋收票不知道，这个先按一下吧。对，多浓情蜜意的爱恋也比不过婚姻多年来的摧残呀。我和优爸这是第一次在台湾看电影。3D 眼镜，哎呀，现在 3D 眼镜长这样啊，跟农村人进城似的。哇，这个厅这么大呀。哇 Hello， 那这个影片呢就是关于电影院。我真的只在两个地方看过电影，一个就是在台湾，一个就是在中国大陆。先说一下在台湾第一次看电影的经历，那是一个冬天，收到了这部电影的邀请函，邀请我去参加这部电影的首映会。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首映会，我当时就很开心，那一定要参加呀。我真的是特意的坐车赶去了台北，在信义区潍坊那边的微秀啊，大家应该也有去过，台北的朋友就啊一路一路沿着路线走上去了，走到那个门口才发现，哇，真的是有一些靓男靓女在那儿等着，就一看他就是媒体的，要么就是 YouTuber， 然后打扮得很精致哦。YouTuber 和 YouTuber 之间还真的是朋友哦。就我是一个人，我就在等待的时候就扫到了旁边有两个男生对着我在说些什么，于是我就暗戳戳的就进入到了这个电影院里面，不随便坐，我就找了个位子坐下了，前后左右都没人，我就在那低头看电话。就在我抬头那么一瞬间，我感应到旁边来了一个人坐下，我一转头就是刚才议论我那个男生，他离我已经这么近了，你妈就这么近，我连他那个矫正牙齿都看得到哦，他就对我这样笑。我当面对一个这个小男孩，的确对于我来说就是下不去手的小男孩，心慌，觉得哎妈，千万别跟我表白。他说哎，你是哪个媒体的呀？老阿姨当时心脏都快吐出来了。嗯，都不是。然后我就转过来，他看我没有再想要跟他搭话，他就很落寞的回去。老阿姨内心似火，面如死灰，口是心非。虽然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年吧，现在你让我回忆，就那个转头两个人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，贴得很近，那个男孩对我笑的那个画面，我印象很深刻的。也跟你聊聊两岸电影院惊人差异。要说两岸电影院最大的差异呢，其实第一点，观看电影之前入场之后大家的状态差异，纯属分享啊，没有任何的言外之意。台湾朋友知道随大溜啥意思不？就是跟风，人家咋做咱就咋做就得了。入场之前要么就会买奶茶买零食，电影院外面都会有卖麻辣鸭脖鸭翅的摊摊，买的人进去啃的真的也不少，包括我俩。那时候就很流行了，在北京的时候大环境就这样，也挺欢乐的。但这次看电影就会发现吃爆米花的也比较少，是有对吧，是允许的，但是爆米花就是香香的那种味道，甜甜的。有人买饮料啊，喝呢也是默默的，味道就没有那么的丰富啊。听觉效果的差异，大家说话呀，或者是彼此拍照打卡呀，或者说聊一聊，哎，今天买这个挺好吃，你吃点吧，吃点吧。这次看铁达尼号就进去，全场就很安静，我和优爸说话
不是我和优爸，是每一个人说话都是，唉，怎么还不开始啊？格外的安静。第三点最重要的，关系到钱的啊，就是台湾的电影院不能拍摄内部，对吧？拍摄录影都是违法的，罚钱的，罚的还蛮多的，是吧？根据法律条约的第91条啊相关，哎呦，看了一下罚的蛮多的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这个条款。在大陆生活的时候看电影，人家拍我们也拍，就好像这个意识就比较淡一点，也没有太注意，就是屏幕上会有这个字。剪影片找到了之前电影院影像，还真的有警示牌。木有电，请勿触摸，如有损坏，照价赔偿。请不要大声喧哗。Google 搜索结果发现，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，并要求其删除，拍摄照片不违法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他那个警示语的那个字巨大，占满了整个大屏幕，而且这次看那个屏幕厅真的好大呀，我进去之后我都震撼了，实在是太长时间没有进到这种场所了，就一进去的确是会震撼到，你就可想到一个字得有多大，睁开眼睛你不看也得看，哎，但是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去拍摄，那我们呢也保证就是要乖乖的，所以就没有给大家拍我在电影院里面的打卡。对，哎，我现在有个疑问啊，好像他说在场内不可以拍摄，是电影放映的时候不能拍摄，还是说电影还没有开始亮亮啥也没有也不能在里面拍摄呢？那也欢迎知情的朋友在以下的留言回复一下我啊，这真的是我的一个疑问呢。好，第几点了？这是好下一点吗？点太多了。你这样像长官说话一样。岁数大了，千万不要再买饮料进去了，还是我们的泌尿系统有问题的。我们俩进去看电影之前先上了一下厕所，上完厕所电影就开始了吗？我也没敢喝水哦，今天早上喝的水都很少，就是为了这场电影干渴着。优爸呢也和我一样，但是优爸泌尿系统好像比我还差一点，就这场电影大概有三个小时，优爸上了两泡厕所，中间三趟啊，他就满了，你就他就满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。但是你记不记得咱俩看过得有几十场电影了吧，恋爱这么多年，就有悠悠之前，那时候又吃又喝的不会，就是那个阀门特别的，还特别的新，感觉现在阀门有点松动的，还有点生锈的感觉，那的确是在我们这个中年男女身上就会发生的这些问题。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啊，就是你们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问题，真的实实在在的困扰到我们。所以大家真的是要青春的时候多去约会，多去看电影，多去享受浪漫好吗？千万不要等我有了孩子吧，以后时间长着呢，长着长着身体的机能就不行了，知道吗？好，下一点，扯个题外话，我在大陆最后看的一场电影其实是已经怀胎6-7个月，对，在上海，什么雷神啥的，对，是吧？雷神啥的第几部忘了。优爸说，哎妈，上映了，那个是我们俩最喜欢的系列，上映了，那就去看呀。然后我们俩就去了，我买了好多零食，怀着孕本来就能吃，还买了薯片，买了奶茶，等于两个人继续享受原本以为的爱恋的继续的约会，只不过肚子里面多了一个活物而已嘛。结果看电影不到几分钟，不到5分钟吧，刚开始，还没看到前言是咋个原因发生啥呢，完全受不了，悠悠在我肚子里面那就翻江倒海一样啊，猛锤呀、啊，我这浑身都难受啊，这悠悠在里面就拳打脚踢，不要害怕，就仿佛就听到他的呐喊了，实在不行就整个身体已经不行了，这个肚子里面就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就出去了，出去之后就好了。悠悠胆小，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的，对，悠悠就是很怕这种剧烈的声音，然后有一种剧烈的声音他就会发抖，对吧？对，现在也是一样，害怕他也会发抖，
我凶一点他就会抖，一直抖。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去看电影了，就 3D 电影我真的是这次第一次，相隔悠悠现在是快七岁了吧，相隔七年。最后一点我还是不得不说，就是厕所。我今天和优妈去看电影嘛，刚电影之前上了一泡厕所，因为我们看的是早班，这个厕所其实是很干净的。我们台南的这个影院的厕所真的是还是挺干净的，贼拉棒了已经啊。好了，走了，我们去看浪漫片了，屈指可数的干净的厕所了。我们看完电影之后我又去上厕所了，一共大概有六个坑还是八个坑，真的我走了四五个坑都是脏的，要么就是那个一次性的那个座椅上的垫儿没有推下去，就那个纸垫不是可以融化的吗，就它就半掉在中间，下面是湿的上面是干的，就垂在那儿，要么就是还有一些粪水，要么就是黄的，就是各种状况。我想说为什么差异度这么大呢，我就边上边思考，我也在想说要不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事情。有一些网友会说，微微你不要太实在，你就挑好的说，坏的别说，现在极端的人多。但我实在忍不住，我就当时我就边上厕所边想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我总要找出原因吧，就是我既能跟大家分享出去又能帮大家找出原因，是不是这些比较极端的人士就没有那么讨厌我了呢。哎，还真的让我找到了，你们猜是为啥。我后来在冲水的时候按一下那个按钮，它那个水流了大概一些些，是不足以把你的排泄物冲下去的。哎，在想为什么没有冲下去呢，于是我定睛一看那个按钮旁边说，所以我就推想，哦，或者说在影片的中间也有一些朋友内急去上厕所，而在影片当中你去上厕所你就脱离了那个环境，你可能会错失很多重要的细节，大家都不想。一般优爸你是跑着去上厕所的吗？嗯，对，优爸是跑的吧，很多人也是想要快一点嘛，上完之后赶紧提裤子一冲水走了嘛，所以呢大家是按了的，只不过水没有出来而已。解密了，这是我正常的推理啊，个人的想象，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？不会讨厌我吧。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分享的我在大陆看电影和我在台湾看电影，电影院包括真实感受的一些场景，一些差异感，我个人觉得都挺有意思的。但是很多的差异感其实就是大环境引起的，每个地方的人性格都是有不一样的，包括每个地方的氛围导致的人他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。就好像我这次去日本，我发现京都的人就比较谨慎一点，每个人都特别在意别人看自己的眼光，包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都特别的严苛。基本上我在京都走过的商场啊，走过的一些餐厅啊，大家都是比较约束的。后来又飞去了大阪，特别的夸张，就和他们的招牌一样。我还看到了大阪的一个家庭的小孩都染的黄色的头发，而且那个黄色头发又黄又黑的，五六岁七八岁都染这种头发。然后去到了北海道之后，就会发现北海道的人特别的豪放，笑声特别的爽朗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，就比较大条一点，可能是也和当地的一些大环境有关系。那每个人呢对于这个差异的感受都会不一样，仅此个人分享而已。那就请收看妹妹的下集影片吧，拜拜。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，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，可以选择悠悠粉、悠爱粉或是悠福粉。选择好之后呢，点击蓝色加入键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，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，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，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。这时候出现页面，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直播室等你哦。我是悠妈，我是悠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哦。对。